as this moment, your beautiful eyes focusing on mine. I've been dreaming about our love this long, long ago. Thinking of a day we could have fallen in love. Sweet as lovers do, dancing along with favorite song. It's you.早安，刚起床，这个是 Uber， 它也是刷悠悠卡的。对啊，它是计费的嘛，因为我从来没有骑过这个，一次性的。时间吧，开始取车，然后这个时间去算的，2:24。嘟嘟嘟嘟嘟。骑机车出行的一天，阳光好好，而且现在已经是秋天了。不叫秋天吧，现在这么热。虽然有太阳，可是我感觉风是凉凉的啊。先吃饭。这边哈。防疫期间的碗筷，好热。这个是我最喜欢吃的，吃完之后软在嘴巴里面，嘣嘣嘣的感觉。你知道我下班之后一个人吃饭最常去的餐厅是哪里吗？知道，就是家乐福那边有一间中心，加班会路过那边，然后我就一个人吃，因为它很方便，就吃完很快，差不多我一个人都是吃7-8盘吧。狸猫先生，我的鞋带掉了。你的鞋带怎么在里面？啊我刚才怎么坏掉了？你给我弄坏了，你要赔我一顶啊！你去好事多买安全帽吧。好事多离这边比较远吗？还蛮近的。好，那我先戴着。其实不换也没关系。我的这一顶安全帽已经戴了好多年了。台中什么样的出行方式是最方便的？一定是机车啊，机车最方便。但是骑机车方便是方便，就是有点晒。对，晒晒，冬晒，很晒。哎，到了到了。猫哥要送我安全帽喽。安全帽其实也是我当时买给你的。你拿吧。好啊 ，L 号，我怕 M 太小了。L 刚，应该 L 就刚好。好，耶，谢谢猫哥。没有什么小事情。这好像超过我们原本预料想买的东西吧。原本我们只是来买安全帽。我们到底是省了很多钱，还是花了很多钱？如果是用在民生用品上面的话，其实比较花钱，因为这是必需品。逛好事多应该开车会比较方便，因为这些东西都很大件。那我们的机车可以装得下吗？厉害了吗 ？Say hi！ 你等一下，怎么多了一张纸？大家一定不要向我们学习。我们刚停的那个位置啊，去的时候就看到很多机车在那边停，不知道那个地方是不能停的。结果中了，几百块，600块吗？
600骑到1200，应该是会罚600了。哦，600块没了，要遵守交通规则哦。现在已经是下班的时间了，哎，我的新的安全帽，狸猫说他要帮我撑一撑。请问这边不会贴罚单吧？我不知道哎，不会吗？我都已经有那个恐惧症了。对，停车的时候都要看一下。那一次来这边的时候，布斯义教堂那天下雨啊，拍的照片就没有很好看。哎呀，我就特别想要回到以前上学的时候，这边上学真的是非常美好的时代。东海大学这是1355年吗？哇，这一棵树，这棵树应该有好几百年了吧？阿弥陀佛，有我们的影子。咦，这边好美。我可以申请来这边读研究生吗？感觉好像是不是要去查一下他们有没有那种学校有没有可以那个？我们去看帅哥打篮球吧。没有打篮球。有啊，有人打篮球。狸猫，你怎么在吃草？如果你们不吃草是什么？走，那边还要往右边。对 ，OK， 谢谢。谢谢。等一下，你再讲一遍。哦。你刚刚讲什么？我哥请你喝饮料。折扣是9折。真的吗？对，23块这种东西。我要喝舒跑，我好累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红茶。他有打叉叉。冰红茶。好，冰镇红茶。行。嗯，也不冷。结账，你不是要请我喝饮料吗？怎么就没了？小姐不想卖。路斯义教堂，我之前老是记得它是路易斯教堂。啊，路易斯。一股微光。天快要黑了，感觉有点暗暗的。我转过来之后，你这边天就是蓝蓝的。我们刚刚请学校里面的同学帮我们拍了合照。好啦，拜拜。我去吃饭了，我们去找好吃的。东海大学里面有那个都卖牛奶。牛奶比较有名吗？可是我们没有时间去买吧。来不及，我们有约。我们5:45跟朋友约在附近餐厅吃饭。你看。这个太恐怖了，雷巴同学，刚刚在虫子面前，你为什么没有保护我？我有我习以为常，我也觉得你应该会习。没有，我第一次见飘在空中的虫子。够一下那个吃饭的地方。有。那跟冯家很像哎。来给大家看一下我的柴犬小背带，很脏吧？没有很脏。看手提袋都脏了。没有。录进去啊？有啊有啊有录进去啊！你这是粗暴了。你这很粗暴哎、啊！我要让大家看一下你。一直被开这张是在逢甲，我那时候看整排都停，那我也停进去应该没关系吧？结果下课之后回来看整排都没停。我们今天也是，我们去的时候。